怎么来判的呢？是表面上到底什么东西不能卖，因为你要卖东西要注意一下，啊，就是这样。它事实上就是采我们那个水，而且这个会随时变动，好，随时变动，所以会要留意一下。那么最近比较有上头条的就是这个，有没有听过日租套房？有哈，最近那边的网号已经用没了，一太郎的网号已经用没，因为这个有公共危险的问题的，好，就是根本上不容易确认嘛，不走一些嘛。好，所以说他现在是不准在网拍上卖，可是你用这个关键进去找，还有没有找到？网拍找不到，但是别的地方看得到。也就是说，网拍政府能够管的管在哪里？管在国内登记的而已，他就跑去哪里？代表是在国外登记的注册的，你们都听过那个什么境外厂商吗？对吧？还有什么英属什么群岛啊？那种。那怎么管不到的，你根本就没办法。所以他就说我政府现在能够管的就是，因为这家网站它是登记在台湾的，那你管得到，你可以要求它下降。可是其他的没办法，所以你用关键字还是找得到，好，还是找得到哈。那这个是最近比较有上电视，大家注意到的。事实上，不管是雅虎这边所有的网拍，它都告诉你哪些东西不能卖，啊，哪些东西不能卖。那么我们现在呢？就来这个看一下，吃饭场地，对不对？因为你如果卖到不能卖的，那就是真的上马屁了，对不对？哎，还要再打钱吗？请问哪一种能不能卖？因为哪一种能不能卖？不能卖。温度计能不能卖？在车上能不能卖？所以这些都跟那个有关的。好，这样能不能？发动机能不能卖？不能。哎，所以你看哈，这里面你会看到它有分两种，一种是禁止，一种是有条件的。好，有条件的限制，禁止是完全都不行的。好，比如说你看像什么酒啦、烟火、条件的不行啊，对吧？不用有加证件嘛。好，那个都不行。好，那犯罪行政有没有听过？没有啊。另外法律来说没法子了。它是什么？比如说你是那个他们走高速公路的，你是有那个叫回数票，那个上面不是有收据吗？或者你的发票啊，转卖有没有？阿扁也是有一件事情这样子的嘛。就是说，其实在因为但是因为现在体制，我们先不敢说是谁了哈，那些政治事件不管他。就是说，现在收集发票其实是一件很平常的事情，对吧？不见得是你自己消费的，可是你会在报统编，对吧？那你在报统编中啊，然后为了报税用的，对不对？没办法，因为现在是这种制度嘛，所以他就会去收集，好，然后他因为他有办法抵那个税，他报出去。那所以像这个代税品，原则上当然也不能在这边卖的，好，所以说网应该是网络上的不能卖，好，好。另外像我们刚刚讲的那个开房机那边属于环境用药，还有像刚刚讲的那个婴儿用品的那样，有些东西那是属于什么？那个叫做医疗器材或药品的，就不能在这边卖。好，所以这个大家注意一下。那另外当然还有一个大家很熟悉的，台北市有没有那个三用垃圾袋？黑马的有没有？还有545来的呀，对呀、啊，好、啊，还有一个，就也是最近比较新的，就胶囊类、定向类的食品，对吧？胶囊类，那如果你不确定那个是不是，你就点进去看一下，好，再点进去看一下，啊，不然就怎样？就是查一下那个网络上有没有跟它相反的，就网拍上面有没有跟它相反的，好，这样会比较安全一点。好，那另外呢，请问，我在那有新的？有机的可以卖吗？有机的现在通过认证才可以卖，所以现在都变天然了。他们交代了。好，其实人家今天是文字游戏啊，可是就是说，既然他已经规定了，你就是不要去碰那个地方了。好，比较不会说有人监视，像我最近也很痛，
我把这笔料续完，因为我方便做网站的事，但是它旧的网站哈，上面有用到那个，我不能先讲哪一家了，看一下，但是就是说，因为那是我的错嘛，所以当然罚款就是有了。好，就是说它里面有提到疗效，比如说你那个天然食品，那种有对于那个比如心脏病有疗效，他们也这样做。所以他那个因为根据在哪，根据在台北，根据在台北市，所以在台北市卫生局办。啊，台北市卫生局很讨厌呢，他不是说第一次到那警告啊，第一次到那就打。啊，第一次到那就打，最低啊，最低四万呢，最多二十万。所以你只要网页里面或者你网那边提到那样字眼，就会被打。好，这个就没办法。你如果在别的县市，也许还可以，就是说第一次警告啊，对不对哈？但是他们他就是直接就打。好 ，OK 啊，所以这个是给各位看一下它有，像我们刚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婴儿的配方啊，有没有？有一些那水解蛋白啊，有没有？那种就不能卖，反正因为那种会牵涉到有它配方的哈。它如果你一般性的还可以，所以有些东西你会发现在网上是不能的，好是不行的哈。那一般来讲，你像这边还有什么跟这个方面比较有关的，大家有时候比较容易不小心用到的就是碱标什么，对吧？鼻涕液啊，鼻涕有时候那个路边摊啊，或者什么，他会告诉你说啊，这化学东西都降回来，啊，比如跟他是同一家厂商的、啊，对不对？之类的，他会就是他做碱标的、啊，那可能你也不能卖，啊，也不行，好，所以。稍微了解一下，那它这个东西呢，随时都会就是更新嘛，哈、哦，随时都会有新的东西，所以你可以稍微留意一下，看看你这样是你今天比较好。那还有啊，你看它这个里面哈、哦，你们从简历讲一下比较看不清楚的，像什么，像那个血压计啊，也不行吗？轮椅哪的人里面，开血压这边哪的人，你这边，还有不要泡沫的，就打包了，开始。就拿别人里面，所以你在网络上展开上找不到这个，好找不到这个。那另外像妈妈用的人家，他买环境用药啊，我会发现真的很多哈、哦。不是说啊，好像像雅虎讲的，什么都有，什么都会去洗，然后我们家就在别人里，好，那你就不能说漏印下架哈，他就自然把你账号删掉。那在网开上其实还有一个各位想要注意一下的，请问网开有没有被杀掉？广拍量能发酵，它、啊、会不会被威胁？另外哈，其实真的可以用。广拍有人会发酵，有人会告诉你啊。我等一下用我的账号进去给你看一下好了，好、哦，就是有人会发酵。那我就在讲，会不会有人威胁你？对，所以威胁你就是说，因为广拍有一个我们比较不容易控制的，就是你。这个账号这个的侵权是由怎么样，不是你决定的，是由就是这个厂商就是网站的平台提供者决定的，所以它有申诉机制。来我问一下，你们都买过，大部分都买过东西对不对？有评分，请问有没有正的，有没有负的？有负的对不对？那有负的一般给人印象就比较不好哦，对不对？好，那所以说有的买家他会怎么样？可以跟你要求，他说然后你安娜尔的小弟，有些说是他要退货还是怎样？怎么样？会有一些纠纷，会有一些纠纷，还是说就是这个买卖过程里面，他你说他过了，比如说你有一个那个什么过了期限，因为他拆了怎么样？拆了灯泡啊之类的。那你说这样不能退，他、啊、说不行啊，我就是要退，有的就会给你付了评分，甚至怎么样，检举去投诉。像我刚刚给你看到有一个同学的哈、哦，他就有这个困扰，这个雅虎这一家，他的经营是之前他的评分，最后的评分还蛮高的，可是就是有一件纠纷，然后就怎样，账号就被停权，那。我们用网拍是最大的麻烦在说，今天
你如果他有问题的他先停审，停审之后再去调查，再去应聘司法法庭的，你只能申诉啊，他如果申诉不好，你以前累积的东西蛮不好，所以其实有些人后来不往往跑，跑去往什么一样吗？跑去商城，因为商城你花你想花钱，你了解意思吗？你有花钱的时候，他顶多啊，刚才争取到，还是说有什么事情，对不对？那如果你是网拍这种，请问你有付费？你申请账号有没有付费？没吧，你们能免费？交易的时候才给他微薄的东西嘛，对吧？哈，几块钱或几十块。那所以说，这里面呢，你就是你就比较没有什么太大的空间嘛。所以你只要一被停损了，你以前的那些经营的那些所有的人脉也好，他当不了。所以有些人会用这样威胁你说啊，不然呢，啊，还有你。我跟你买卖，或有的有些人他本身就是要，就是存心要把你斗傻的，也有那一种，但是比较少了。可是就是说，如果你真的遇到了，有时候那个就真的很麻烦，就你重新洗炉灶，你以前打下基础都没用了，对不对？好，所以这个就是既有可能的哈，就给大家参考一下，就是也许打掉你很，以后也刚好有机会遇到这样。好，那么我们。商品限制的这边，我们先跟大家。